有机会嘛。下一首歌献给大家的是，我看论坛里面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，就是毛毛雨，非常浪漫可爱的一首歌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优酸乳了解有多少啊？只要知道了，哎，答对的话呢，就奖品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很简单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哎，我们要这样，拿一支麦在这边，作为一个你们稍微退后一步，好吧？我怕你们会伤到麦架啊，就是我。啊，那个第一个问题是，我说开始才开始抢啊，然后请各位保护话筒机、话筒架啊，就上来说啊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哦，那个，你看女朋友打电话过来说不准上来是吧？啊，知道。好，下面是这样的，第一个问题，刘亦菲的生日是？哇，好，来，你想到你要答？8月25。确定吗？好，恭喜你，你答对了第一题，好，得一分。好，第二题，专辑的名字是？同名专辑刘亦菲。哎呦，哎呦，答对一个问题，不要那么得意嘛，对，才一个而已嘛，啊，好，各得一分哈。下一题，这题有点难了。专辑发行的时间是8月31日。哟，哟，这么厉害啊，得两分喽。好，下面这个，伊利的广告曲的名字。哎，就要我的滋味。你们是怎么了？你们是怎么了？叫什么什么？我要我的滋味。再来一次。我要我的滋味。说我了，还可以有机会。刘亦菲，我爱你。算你狠，好不好？算你狠。对啊，一会儿你没有什么发言的机会了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就要我的滋味啊，就要我的滋味啊。其实你刚开始是对的。好，下面这个问题，为伊利制作的广告曲是在哪里拍摄的？巴厘岛。对，在巴厘岛，不是深圳。人家实力很雄厚的，你知道吗？巴厘岛深圳差好远。好，两分半，好吧，最后一题你们俩决生死了哈。那你们四位是不是要想休息一下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可以继续啊。来，一起最后一题，伊利优酸乳的广告宣传语是？我要我的滋味。好，我要我的滋味。好，看来你是伊利的崇拜者，我知道。你不是冲着刘亦菲来，冲着伊利来的啊。好，两分一分，另外几位呢，这个无功而返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主要是一个游戏环节，我们奖品一样送出，每个人都有我们伊利的大礼包一份送给你们。来，好，来，请李小姐把我们这个我们的礼包送给他们。谢谢啊。海报没了？想要签名海报啊？好像这一轮没有啊，那怎么办？好，啊，那这样，你想获得签名海报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能告诉我你用想用什么特别的方？好，那你能告诉我你用想用什么特别的方式获得吗？你不要围得那么拢好吧，都有机会耶。来，对，这个中间说了低调一点。做人要低调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为了看刘亦菲，总要稍微高调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那你要什么方式呢？你要很特别，打动人家的心，人家才会说给你嘛，对不对？那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这种方式没有？跳舞啊，你也蛮狠的吧？哎，那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嘛？我会什么？你除了会甜言蜜语，你还会什么？总得来点实际的嘛。那就随便唱首歌好了。好，好，随便唱首歌是吧？刘亦菲专辑里面。哦，刘亦菲专辑，好，可以啊。你要唱哪首歌？你要唱《泡芙女孩》啊？这边点了，对吧？《泡芙女孩》蛮适合你的，是吧？我的滋味好了。啊，好，唱呀。打电话没有讯号，歌词听不懂。那。一点诚意都没有的，自己说要唱的歌词都忘了，唱副歌好不好？嗯，高潮嘛，好不好？我要我的滋味，感相爱幸福感觉，好像微笑流着眼泪的酸甜，爱的滋味每一秒一起体会，每一个画面都是最美。我要我的滋味，相爱甜蜜感觉，好像微笑流着眼泪的酸甜。爱的滋味每一秒一起体会，每一个画面都是最美。
好、哦，不错了，不错了哈。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招呢？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这个等了很长的时间。那各位想不想看我们刘亦菲最新的造型？想的话，我们就再次喊出她的名字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